陈氏太极拳是最古老的太极拳流派之一，在我国至少有350年以上的流传历史。它以缠绕、折叠、刚柔并举、松活弹抖、续发互变的鲜明风格受到了广大群众的喜爱。近年来，随着太极拳在国内外的普及，传统太极拳套路显现了与现代竞赛活动不相适应的一面。比如传统套路时间过长，重复的动作过多，各地流行的练法不尽统一，这样就给竞赛活动的组织和裁判造成了困难。为了推动和适应太极拳竞赛活动的开展，提高太极拳技术水平，中国武术研究院在1988年组织了国内的太极拳专家、教授、教练集体创编了太极拳四个传统流派的竞赛套路。我们现在要教学的陈氏太极拳竞赛套路就是其中之一。陈氏太极拳竞赛套路集中地展现了陈氏太极拳的传统风貌，而且在内容、组别、时间以及动作规格上都符合武术竞赛规则的要求，使运动员便于在同一条件下进行比赛。而且竞赛套路还有很好的健身性和群众性，它的内容精炼，结构新颖，规范统一，主要的技术增加了左右的对称的练习，有利于身体的协调全面的发展，从而也对群众性的太极拳健身运动给予推动。现在就请大家看一下陈氏太极拳竞赛套路的全套演练。
陈氏太极拳竞赛套路，全套56个动作，分作四段，打一套大约6分钟的时间。我们准备把全套动作分成10组进行教学。首先我们进行第一组起势到第7动的教学，请大家先看一下第一组动作的正面演示。第一动起势，一预备式，身体自然并步站立，假设方向朝南。二分脚开立，两脚与肩同宽。第二动金刚倒对，一转腰缠臂举手，二屈蹲转体平捋，三擦步推掌，四弓步前棚，五虚步撩掌，方向朝南。六阵脚砸拳，两脚相距大约20厘米。第三动懒扎衣，一转腰托拳，二转腰分掌，三擦步合臂，擦步方向向西，四马步推掌。定势时步行呈右偏马步。第四动六风四臂，一转腕旋掌，二下捋前挤，三雕手托掌，四虚步按掌，左脚前脚掌着地，两脚相距大约20厘米。第五动左单边，一推掌踢勾，二提脚擦步，出脚方向正东，三转腰托掌，四马步推掌。第六动斑斓锤，一转腰摆拳，二马步向左横击，三转腰翻拳，四向右横击。第七动护心锤，一转腰栽拳，二翻身跳转，两臂轮摆，三马步捧打。
右脚落地的方向是向东南，现在胸的朝向是东北。我们学练陈氏太极拳，要充分注意它的技术特点。陈氏太极拳有哪些特点呢？首先是缠绕。什么是缠绕？就是在动作中腰、手、腿不停地在旋转，外旋、内旋、左转、右转。有人会说各式太极拳都要求旋转，是，但是相比之下，陈氏太极拳对这种扭转更强调，要求有一定的力度，要像缠绕一样有一定的拧劲儿。我们还是通过对比来说明，比如像杨氏太极拳的起势，柔和的举手，均匀的下蹲，平稳的转身抱手翻掌，要求柔和平稳均匀，运劲如抽丝。我们看到陈氏太极拳同样是这个起势动作，一开始就要用腰的旋转来带动两臂的摆动，两臂在摆动过程当中也要轻轻的扭动扭转。起势以后左转摆手，右旋，然后两个手随着转腰动作轻轻的举起来，手呢右手有点外旋叫做顺缠，左手内旋叫做逆缠，所以不是这样孤零零的直接的手心向下，带有一定的旋转，然后向右转腰撇脚，继续两手一边摆动一边缠绕。有人说手的动作轨迹就好像地球的公转，自身在公转当中有这种外旋内旋，好像地球的自转。已故的有一位著名的陈氏太极拳大师说过这样的话，说缠丝劲儿是运中气的法门，如果不明此就不明拳。可见缠绕这个特点在陈氏太极拳是多么的突出。第二点，陈氏太极拳的技术要领是折叠。什么是折叠？折叠就是在动作的中途有一个小小的折返。杨氏太极拳要求如行云流水，绵绵不断，连贯圆活。陈氏太极拳呢不必那么圆活光滑，可以微微停顿一下，折返一下，再继续前进，像浪花一样叫折叠，像衣服一样折一个折，转弯的时候也不必那么圆滑，可以呢先起一个浪再转过来，好像走了一个云头，走了一个浪花。这种特点在技术上陈氏叫做折叠。缠绕和折叠在我们的练习当中随时可见，比如我们现在做起势以后先缠绕，把手举起来，转腰缠臂，擦步以后，你看缠平捋，微微停顿，再继续向右后推，这就是一个折叠。转弯的时候又做了一个浪花，又是一个折叠。撩掌阵脚，下边转腰举拳，缠绕分掌，再擦步，
下边的右手你看是不是又起了一个浪花翻转，又是一个折叠，到定式的时候要落胯立腰顶头沉腕，要这种中定的劲儿，这一点呢和各式太极拳是一样的。下边又是一个转腕旋掌，你看这是一个典型的启动的缠绕，然后挤出去雕手托掌，雕手托掌以后微微一停顿，又是一个折叠双案，虚步双案，缠绕擦步，又是一个鼓荡的折叠定式，再本来是向右转腰摆手，可是我们先向左一下，再转弯向右摆，然后发力陈氏太极拳有很多这样的发力动作，这就是它的第三个特点。陈氏太极拳的发力或者叫做发劲儿，要求松活弹抖，好像甩鞭梢一样，在腰的带动下松快弹抖，力点要准确集中，不能僵力，不能周身的紧张，这一点也是陈氏太极拳的重要特点。好，请大家再看一下第一组动作的背向演练，现在我们进行套路的第二组动作教学，从第八动到十四动，请先看一下这组动作的正面演示。第八动，白鹤亮翅，一插掌合臂擦步，二虚步分手亮掌，第九动斜行傲步，一转腰绕臂，二踏脚擦步。
三，转腰搂手提钩收掌。四，转腰弓步推掌。第十动提收，一，合手收脚收手。二，提膝向前下推按。十一动前趟，一，落脚下捋。二，转体搭手。三，转腰旋掌提脚擦步。四，马步分手。十二动左眼手弓锤，一，转腰旋臂。二，提腿雕收。三，阵脚擦步合臂。四，马步掩手。五，弓步冲拳。十三动劈身锤，一，缠臂右眼肘。二，缠臂向左眼肘。十四动背折靠，一，折叠缠臂。二，拧腰靠背。我来介绍一下陈氏太极拳的手型步型。在这组动作当中出现了三种手型，拳掌勾。陈氏太极拳的拳型和各式太极拳一样，四指屈握掌心，拇指呢压在食指中指的第二指节上。陈氏太极拳的掌种类比较多，一种是很柔和的，好像杨氏太极拳一样，虎口展圆，掌心内含，比如说向下的用这种圆掌。大量的是第二种掌法，是在旋转缠绕当中出现的，凝果当中出现的这种瓦龙掌。手指呢向手背的方向伸展，拇指和小指向掌心的中间内合。这种掌型是带有在缠绕转动当中很自然出现的，比如像定式的立掌前推，最后旋臂沉腕，比如像白鹤亮翅的上举的撑掌，这就是瓦龙掌。下边的呢下按的是用了一个自然的圆形的掌。还出现了一种掌型，食指拇指呈八字伸展，其他三个手指呢向手心屈握，我们叫它八字掌。眼手弓锤，眼手动作。左手呈八字掌，打出去以后拉到腰间也成为八字掌。这种掌型在陈氏的发力动作当中是经常出现的。演练当中你还会发现另外一种掌型，雕手托掌。你看这种雕手我们叫做龙掌，拇指伸向上伸，其他四个手指呢都依次的向内卷，程度呈梯队的，曲度不一样。这种掌型我们一会儿结合动作它的作用形成我们再解释。陈氏太极拳的第三种手型是勾手，三个手指捏拢，虎口呈圆形，
无名指和小指向掌心屈握。对比起杨氏的勾手来讲呢，杨氏呢五指捏拢，勾尖呢更尖锐一些，陈氏呢相对要柔和一些。步行白鹤亮翅是一个虚步，我们从这个动作开始，抬腿擦步，你看是收脚，一脚支撑，另外一只脚呢脚尖点地，膝关节外展，这是陈氏太极拳一个特有的虚步。我们在上一课当中已经出现了虚步，还有另外一种虚步脚前掌着地在体前，下边一个缠绕阵脚擦步，这个是成了一个弓步，这个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弓步以后合掌收手收脚，这是一叫独立步，提膝前按，一腿提起，脚尖呢自然向下垂，掌心成一个自然掌。下边落完了一捋搭手，这是一个马步，或者略偏右一点，我们叫做右偏马步。马步在陈氏当中这种步型是大量出现的。严守公锤擦步分掌，严守两手合眼，左手成八字掌，马步偏右，转腰蹬腿撑弓步，前冲后拉，落胯顶头，演的时候含胸圆背，全身像弹簧一样压满，冲拳的时候抖弹发力，演蓄劲如开弓，发劲如放箭，要松活抖弹脆快，力点集中，这就是陈氏的发力特点，叫做松活弹抖。步行是弓步，拳八字掌，这叫缠臂隔肘，是隔挡，提身锤，侧身的掩肘动作，这又是一个折叠，撑臂靠背顶住腰，向左转成侧弓步，看你的左肘尖，透过左肘尖看你的左脚尖，侧弓步靠背动作。好，请大家再看一下这组动作的背向演练。
现在我们进行第三组，就是从十五动到二十一动这七个动作的教学。请大家先看一下这组动作的正面演示。十五动青龙出水，一转腰展臂，二转腰缠摆，三马步撩掌，四马步绷拳。十六动斩首，一摆脚翻掌，二转身震脚切掌。十七动翻花舞袖，一悬臂伸掌，二跳转身轮劈掌。十八动海底翻花，一转腰摆臂，二提膝翻斗拳。十九动右眼手攻锤，一震脚收拳，二擦步合臂，三马步眼手，四弓步冲拳。二十动左六风四臂，一下捋转腰，二转腰捧脊，三虚步雕托，四虚步按掌。二十一右单边，一推掌提钩，二提脚擦步，三转腰托掌，四马步推掌。这组动作出现了很多新的手法，特别是连续出现了五次发劲的招法。陈氏太极拳的发力或者叫做发劲要领是周身相合，松活弹抖，续发互变。我们第一个动作叫做青龙出水，先把这展开绕缠绕以后，这时候是要有一个蓄劲儿，蓄劲儿动作。蓄劲儿的时候要落胯屈腿，含胸圆背，两个腿两个手要和腰身都要处一种压缩状态，然后撩弹。第一个发力是用八字掌向右前方抖弹出去，左拳收回来，接着右拳是一个崩，力点在拳轮，虎口向内弹抖出去。大家可以看到续发的变化，还可以看到抖弹发力的特点。背折靠，展臂，缠臂，屈腿落胯，所谓一身背武功，两臂两腿和腰身都处一种压缩状态，然后抖弹撩掌绷拳。
下边又是一个切掌的发力，随着阵脚手脚要相合，又是一个翻身跳过来，啊，劈掌。我们在前边第一组动作已经出现了一个左向左的转身跳护心锤，现在是向右翻身，啊，也要手脚同时，前掌向前下方劈，后手向后方拉。松活弹抖，上下相合，接着又是一个翻砸，砸拳砸到大腿的外侧，上举内抖，叫做翻砸上抖，要以腰带臂搭人而止，抖摊发力，摆的时候当然还是一个蓄劲儿。下边又是一个发力动作，右严守弓锤，前边我们已经出现了左严守弓锤。那么有人会说，现在不是打左拳吗？为什么叫右严守弓锤呢？我们武术动作的左右以脚步行为依据，右弓步冲打左拳，我们叫做右严守弓锤，而不叫左严守弓锤，是以实脚为准的。下一个动作我们叫做左六分四臂，叫右单边，都是这个道理。严守弓锤这个发力我们在前面说过了，先两手相合，阵脚擦步合臂，分手严守，严守马步八字掌，一身背武功像弹簧一样压紧，压紧冲打，大家要很好的掌握陈氏太极拳的发劲动作的要领，蓄劲发劲，周身相合，冷快脆抖弹。最后两个动作又是捋回来挤出去，要转身成一个虚步，虚步方向应该是向着东南，这个人拢手，我们说了第四种掌型，拇指伸直向上，四指依次内收，拢手也叫雕手，是用小指无名指中指卷住对方，叼住对方，拧他的胳膊向上提，另外一个肘，一个手去托他的肘，这是一个内塌外捻的撅臂手法。一定掌型瓦龙掌，这个掌型叫做龙手，然后按掌的时候是圆掌，再做右单边，一个折叠拉过来推出去，
擦布的方向正西偏北，右单边左六横四壁都是传统套路里没有，是在竞赛套路设立的与传统套路当中的主要动作构成左右对称的一种设计。好，下边请大家再看一下这组动作的背向演示。下面我们进行第四组22动到24动教学，也就是第二段的前三个动作，请大家先看一下这三个动作的正面演示。22动右云手，一收脚摆掌，二开步推掌，擦步的方向是西北，三插步右云手，四开步左云，五转腰摆掌，六缠臂击掌，方向是西南。23动左云手，一震脚旋掌，二开步推掌，三插步左云，四开步右云，开步的方向是西南。24动高探马，一转身分掌，二合掌擦步，方向向北擦步，三马步分掌，四转腰扣脚旋掌，五虚步推掌，推向正西。这里我们重点分析一下云手动作的技术要领。右单边的时候，先做一个云形的折叠，本来我们应该是向下向左摆掌，可是在摆掌之前欲下先上，欲左先右，你看向下向左摆掌收脚，可是我们先是向上向右做了一个折叠的缠绕，折叠的一个小云头小浪花，一二，这又是一个折叠，三
转腰悬臂云摆，腿和膝也在左右的晃动，以腰带动四肢，然后插脚，再向左云，再开步，这就叫节节贯穿，处处缠绕。百掌叠肘缠绕，摆过来以后屈臂叠肘，然后记着这个叠肘缠绕，骨盆不但有个左旋右转，还有个上抽下沉，还有一个沿着这个矢向轴的抽提动作。你看摆到这儿以后，叠肘是不是还有一个不仅是纵轴方向的旋转，还有一个矢向轴的上下的骨盆的扭动。叠肘缠绕，击掌，一个发力，横掌推击，方向西南，震脚绕臂，再向西南行进开步，左云插脚，开步的时候脚跟先着地，插脚的时候脚掌先着地。你看折叠缠绕，周身节节贯穿，形成一个整体，以腰为核心为轴的一个整体动作，在这一点动作当中是表现得很明显的。高泰马先转腰分开两掌，再缠手合掌。我们前面说了，太极拳传统的踢法，外旋叫顺缠，内旋叫逆缠，腰向右叫顺缠，向左叫逆缠，腿的外展叫顺缠，内扣叫逆缠。所以常常用这种缠丝缠绕，我们现在的习惯还是更结合生理解剖的说法，叫做外旋内旋，右转左转，两个臂在合的时候双顺缠，提脚向正北擦步，马步分掌，转腰扣脚翻掌，形成了一个向正西的推掌步行，虚步右膝外展，胯关节展开，落胯立腰顶头，上下伸拔，推掌后拉，前后伸拔，处处有蓬劲儿。好，请大家再看一下这三个动作的背向演示。现在我们进行第五组的动作教学，25动到27动，也就是第二段的后三动，请大家先看一下这三个动作的正面演示。
连珠炮。一，转腰捧履；二，撤步雕脱，撤步的方向东南；三，根部推掌，方向正西；四，再次撤步雕手托掌；五，根部推掌。二十六动，左连珠炮：一，撤步左履；二，退步雕脱；三，根部推掌；四，撤步雕脱，撤步的方向正东偏北；五，根部推掌正西。二十七动，闪通背：一，转腰带掌；二，弓步穿掌；三，拧腰旋掌；四，转身后扫腿前推掌，方向转向正东，步行成半马步。连珠炮这个动作是选自传统陈氏太极拳二路当中的一个动作，这也是一个典型的连续发劲动作。做法是先做一个捋捧，然后向侧后方撤步，活脚成虚步，手拢手上提，右掌上托，叫做撤步雕脱。前脚呢做一点活步的，脚跟提起来，前掌着地成虚步，下边再活步，脚跟落地，两手合在胸前，叫蓄劲，还是含胸圆背落胯圆当，全身呢像弹簧一样压紧，然后向前发放，再撤步雕脱，再续再发。这个发力的特点手法是前掌要横着向前推，后手立掌向前推，从蓄力以后随着转腰蹬腿发出去，还是松活抖弹，发出去以后就像甩鞭梢一样，快活松抖，还有一个弹性，啪，不要僵硬。发劲的时候注意前脚活步，后脚呢还是擦步，最后突然下踩，铲地擦步，铲地踩住，重心向后移，踩实，所以这个地方是擦踩，不要做成阵脚，这个地方擦步铲地踩劲儿。第二步完了以后捋回来要放松，翻手退撤步，退步再雕脱，再蓄劲儿，再擦步。蓄劲儿如拉弓，发劲儿如放箭。手脚要整齐相合，与后脚的擦踩同时完成。下一动，闪通臂：先转腰一带掌，然后向前弓步一穿掌，转腰缠臂前穿，
一，弓步穿出去，再折叠，折叠缠臂旋掌，左掌也旋，收拧腰扣脚，然后后转身扫腿踩住，这也是个转身发劲的动作。手旋缠收转，转身的时候蹬腿转腰带动手和脚，蓄满劲儿转，定式，后踩下踩上顶，前推后拉，方向转向了正东，步行叫做半马步，这叫马步，半面向左或向右转，两脚成丁字形，叫做半马步，重心略偏于后腿。有人把这个步行，因为它在形意拳当中常见，也叫做三体式步，手还是前推后拉，要体现出中定沉稳整齐这样一个特点。戛然而止动作，浑身处处蓬满，支撑八面。请再看一下这一组动作的背向演练。现在我们教学陈氏太极拳竞赛套路的第六组，从28洞到33洞，也就是说第三段的前六个动作，请大家先看一下这六个动作的正面演示。28洞指当锤，一转腰缠摆，二震脚擦步，出脚方向东北，三马步延手，四弓步发拳，
打向东南前下方。二十九洞白猿献果，一转腰向左缠，二转腰右缠，三提膝上冲拳，三十洞双推手，一落脚收掌，二根部虚部前推掌，方向正东。三十一动中盘，一换掌左掌前推，二换掌右掌前推，三换掌前推，四分掌扰臂，五踏脚合掌擦步，六马步提手朝向正东。三十二洞前招，一转腰旋腕，二虚部拨掌，方向东北。三十三洞后招，一转腰活步，二虚部拨掌，方向东南。我讲一下这六个动作的几个要点。指当锤，先做一个放松的转腰摆臂缠绕，这叫缠腰轮摆，一转身的缠绕，提脚震脚擦步，方向东北，合手两个臂交合，右拳在下，三分开，一拳一掌，一分重心微向左一移，再向右一移，叫做马步的左右移动，偏左偏右的马步，两手呢好像关门一样，两个手合掩在身前，叫做掩手，这是一个蓄发的动作，还是屈腿落胯，裹肘合掩，含胸圆背，蓄势待发，右拳停在右肩前，拳心向内，转腰蹬腿向了前下方，上体呢略向前倾，眼看转腰，指当锤打向对方的腰部左前下方，按照我们套路，假设面向南起势的话，冲拳的方向是东南。白猿献果，先向左缠，腰也缠，臂也缠，手也缠，向左缠，向右缠，提腿上冲拳。本来左掌是八字掌，收在了你的腰侧，左缠右缠，贴住你的腹部，随着你的腹肌缠成了一个小圈，左缠右缠，我们前边已经讲过了，腰胯腹都要有旋转，腹肌也随着你的缠绕，好像绕了一个立圆，右拳大缠，转成了一个大圈，向下向左向右收提，向上冲拳，方向正东。你看处处
旋转缠绕，体现陈氏的特点。定式的时候当然还是要沉肩顶头定式亮相，两手都变成拳。本来左掌是八字掌，缠绕以后握拳在左腹间，双推手落脚以后，两掌落脚擦步向正东，两掌分收在肩上，收脚成虚步，侧立掌前推，掌心斜相对。下边是换掌，一推两推三推。这个动作在传统太极拳陈氏太极拳里叫做三换掌。换掌横推的时候要结合着你的腿和腰的转动，一合胯摆腿向内摆，外摆展胯，节奏呢由慢而快，第三个推快一点儿，擦步向着正南，拢手上提，左手下按，成马步的提手，中盘，重心成马步或者稍偏右腿，拢掌掌型我们也说过了，拇指上伸，食指中指微上伸向内折曲，两个三个手指好像一个三维的折方向，无名指和小指更多的趋向掌心。下边前招后招，招就是招法，前边一招后边一招，连续的虚步拨掌，先还是要缠绕折叠一下，撑架，下边的掌随着你的脚由左向右横拨，再活步向着东南方向的虚步，由右向左横拨，力点在虎口一侧。传统套路有的时候是掌心去横拨，我们在这儿呢是用虎口一侧向前下方横拨。好，请大家再看一下这六个动作的背向演示。现在我们开始第七组动作教学，由34动到37动，也就是套路第三段的后四动，请大家先看一下正面演示。
三十四，右野马分鬃。一，转体绕臂；二，提脚绕臂；三，上步穿靠，方向东南。三十五动，左野马分鬃。一，提脚绕臂；二，上步穿靠，方向东北。三十六动，百连跌叉。一，转身旋掌；二，折叠下按；三，摆掌收脚；四，百连拍脚；五，阵脚握拳；六，跌叉穿拳。这个时候臀部要落坐在地上，左腿后侧平铺在地面，脚尖上翘，右腿屈膝折收，大腿的膝关节和小腿的内侧也要贴在地面上。三十七动，金鸡独立。一，起身弓步举拳；二，提膝独立穿掌；三，踏脚按掌；四，擦脚摆掌，向南右侧插步；五，收脚收掌；六，提膝独立穿掌，方向正东。我讲一下这一组几个动作的要领。野马分鬃，它的手法的含义，一个手拉住对方向侧一侧扯动，另外一只手伸向对方的腋下，同时上步用肩和前臂去挤靠对方，冲击对方，力点呢是在前臂和肩的，所以我们叫做裸手穿靠，穿在对方的腋下。那个手也是这样，缠绕以后提腿上步穿靠，这个动作向前上步，最后的步行教材上讲是向前的侧弓步，身子有一点侧，重心呢偏于前腿，接近一个弓步，因为呢这种偏的程度，中弹也是右偏马步，但是不能超过四六比，或者就是正马步或者稍偏右。那么现在的野马分鬃要最少要达到三七开，像一个弓步的样子，只不过后腿呢稍稍的弯曲。在过程当中要注意转腰摆臂大缠，逆缠、顺缠、穿靠。转腰缠臂，起腿向着右前方，转腰撇脚，再起左腿，这是野马分鬃动作。掌型注意要瓦龙掌，五指交错向手背方向展伸后仰，拇指小指内合，好像交错，好像瓦叠着的瓦一样旋转，变成了一个瓦龙掌，这是缠丝劲儿的结果。
下边一动叫做百年跌叉，百年就是百年脚，前半部分实际上是右百年拍脚的动作。这个动作的做法是先摆掌转腰旋臂，你看，二做一个折叠的按掌，这不是一个发力动作，是过程当中的折叠接着走蓄劲儿，当然是在前进过程当中的微微的停顿沉稳，或者你叫一个按劲儿，然后接续往前走。我们说了这种做法是陈氏的折叠旋臂摆掌，折叠压掌下按，接着往前摆，再摆回来，收脚，准备着百年脚。百年脚，腿右腿从左侧提起来，向外外摆展成一个扇面，叫做外摆腿，同时两手向左迎摆拍击脚面，击拍两脚，这叫百年拍脚。拍脚以后阵脚握拳，旋臂穿拳，左拳是向拳心向上，后拳外撑，手心向后上方，步行擦下去，坐在地上，我们叫做跌叉步。这个动作好像刘翔跨栏一样，在空中的那个一腿前蹬一腿屈跨，只不过我们是坐在地面上完成，我们叫做跌叉步。下面起身金鸡独立，是从内侧穿上去，一边穿好像螺旋一样，一边向内旋逆缠，另外一只手下按，成为一个上穿掌，摆收回来，再从内侧上穿，左脚提膝，做成一个独立上穿掌。上穿的手指尖向上，内旋拧脖，掌心向外，下手掌心向下，对拉拔长，形成一个对拉劲儿，重心要站稳要稳定，上体要伸拔。好，请再看一下这组动作的背向演示。现在我们学练第八组，也就是从38动到43动，是竞赛套路第4段的前6个动作，请先看一下这6个动作的正面演示。
38倒卷弓，一退步右推掌，二退步左推掌，三退步右推掌，39退步压肘，一转腰向左摆掌，二转腰右摆掌，三退步压肘，40动擦脚，一转身右捋，二盖步歇步叠掌，三分掌拍脚，41蹬一根转身叠拳，二换手叠拳，三撩拳侧踹，42海底翻花，一收脚合拳，二提膝翻斗，43基地锤，一落脚，二跳步绕拳，三擦步收拳，四弓步栽拳，方向正东。这组动作中出现了一种新的步法，两种新的手法，两种新的腿法。新的步法是向后的倒退的擦步，我们倒卷弓的动作是一个退步的推掌，前边我们多次出现了向前进步的擦脚，以脚跟内侧轻贴地面迈出去，现在我们要是脚掌着地轻贴地面擦出去，然后再踏实退步擦脚的时候，路线走一个弧线，一个弧形，从金鸡独立开始，一你看向后走弧形，然后翻掌再走一个弧形，再翻掌向着西北和西南弧线擦地倒退，这是一个新出现的擦脚退步步法。这个动作要左右重复三次，注意这三次的细小差别。第一次右掌是提收穿掌前推，然后两掌展开头看后手，第二个是卷收前推展开看后手，第三次右手还是卷翻看前手，后手收到腰间，然后左一摆右一摆，又是一个退擦步，退步压肘，退步压肘，这是一个新的手法，把对方给拉住，向后拉退步，左掌压住他的肘，横掌向下撅他的臂，这是我们教材的原意。在演练当中，我看到很多的运动员是摆一下以后，再向右摆的时候，右肘右臂屈提，用右肘去压对方，然后把他拉回来，左掌击打，一个是右手拉左手压，一个是用右手压左手打，当然后一种做法于理于练都是说得通的，但是
应该指出和套路教材的原意稍有不同，还是统一到教材上来为好。最后应该是擦布后裁和前压整齐一致，形成一个对拉劲儿。第二种新的手法是叫做基地锤，用我们的武术术语来讲叫向下栽拳，用拳面向下打击对方，另外一个拳还是对拉上提，一个上拉一个下栽。如果发力的话，但是我们在这儿不是个发力，是个跳跃。最后呢，跳完了以后是擦脚向着前一个拉一个踢，这个栽拳第一次向下，第一次出现。两种出现的新的腿法，一个是拍脚，右腿屈提，小腿上摆，脚面绷直，用左手去拍击左脚面，大叫拍脚。第二种侧踹，转回来了以后叠肘，左拳在上，换一下叠拳，右拳在外，然后两个拳呢是拳心向下向两侧崩打，叫侧撩撩弹。撩弹脚呢由屈提，然后小腿往外收，脚面呢绷直，脚尖内扣，用脚沿儿外侧啪，是外脚面的外侧着力去铲踹对方。所以这个动作应该是一个撩弹一个侧踹，方向当然还是向着正东，眼睛向东看，请不要做成侧崩拳，不要做成斜底着力的前蹬。请大家再看一下这六个动作的背向演示。现在我们学练第九组，从44动到49动，也就是竞赛套路第四段的中间的六个动作，请大家先看一下正面演示。翻身二起，一转身提拳，二转身举拳，三上步轮摆，四腾空拍脚。45双阵脚，一分掌后跳，二虚步按掌，三蹬跳落脚阵地双拍掌。46动，蹬脚，一收脚收掌，二蹬脚架推。47动，玉女穿梭落脚伸掌，二跳转身插步架推掌。
48，顺挛肘，转身合臂。2，马步顶肘。49动，裹鞭炮。1，跳转身绕臂。2，马步分杂拳。胸的方向是朝向正北，砸拳的时候头转看左拳。这组动作的特点是跳跃多，发力多。如果我们从基地锤开始转身翻身二起，就是一个武术当中经常用的典型的跳跃动作，叫做腾空飞脚。转回来以后，上步轮臂，啪，在空中，在空中击拍脚面，叫做腾空拍脚，或者叫腾空二起脚。左脚先上摆，在空中中，右脚前摆，然后呢击拍脚面。这是一个要求向前冲向上跳一个助跑性的腾空动作。落地以后一个向后跳，轻轻的调整一下，原地旱地拔葱的跳，两个手双顺缠双外旋，把自己给托起来，然后踏落地，双震脚双按掌。这也是陈氏太极拳当中一个独有的动作，原地起跳，双脚依次落地，手脚相合往下拍压。第三个跳是一个腾空转身跳，转身跳叉步，大玉女穿梭，跳叉步的动作。如果我们再看看前边上边那个基地锤，也是一个跳，你会发现这几个跳的动作各有特色。那么基地锤的跳要求要柔要缓，落脚向前跳步的时候，在左脚右脚蹬地，左脚在将落未落的时候提起右脚，踏柔和为主为特色。转过来翻身的这个要求要猛要高要轻，下边这个要求要实要实要稳。下边这个跳转身要轻要灵要活，所以呢把这几个跳做出来不同的韵味。发力动作拍脚以后，这个双正脚是一个立在掌心的向下拍压抖弹发力，这个收回来以后是一个什么蹬脚发力，立在脚跟收回来，哼，架架推蹬，是这样一个发力。转身以后顺挛肘，短促的
肘关节肘尖后顶，力点在肘关节。乘马步，方向还是上了起势的正南，以右侧为主，向转头向右后看，两拳膝向下，两拳离身体不要太远，不是一个开合的动作，是向后的震动。再一擦步时候就蓄劲儿，配合着一点呼气，翻身轮摆跳，已经第三次出现了。翻身轮摆跳，合臂，这是什么？分砸，抖抖拳，反砸，力在拳背。所以你看看，要区分了这几个发力动作的力点要准确。掌心、脚底、脚跟、肘尖、拳背，尽力顺达，周身完整，力点清楚准确。好，请再看一下这一组动作的背向演示。现在我们教学最后一组的七个动作，从第50动到56动收势，请先看这一组动作的正面演示。雀地龙，一转腰合臂，二扑步穿拳，穿拳方向朝东，拳形向上。51动上步七星，一弓腿举拳，二虚步架拳，三翻腕撑掌，四翻腕撑拳。52动退步跨虎，一退步分掌，二丁步合掌，方向朝北。53动转身摆镰，一转身旋掌，二提膝分掌，三落脚摆掌，落脚落向西南，摆掌摆向正东，四摆镰拍脚。54单头炮，一退步推掌，二坐腿收拳，左拳收到腹前，拳形向内，三马步捧打，步行是半马步，方向是朝南。55动左金刚倒对，一旋掌左捋，二
弓步前膨，三虚步撩掌，四震脚砸拳。五十六动收势：一起身托掌，二翻掌垂落开立，三并步还原。现在我讲一下最后这几个动作的有关要领。最后这几个动作出现了两种新的步型，一个是雀地龙的扑步。扑步是武术当中主要的步型之一，做的时候是应该一腿屈腿全蹲，大腿呢要接近你的脚跟全蹲下去，另外一个腿呢沿着地面伸直向侧扑步，扑在地面上一样，两个脚都要全脚掌着地，不可先脚拔根。扑就是把一条腿平铺在地面上。第二种新的步行是退步跨虎的丁步。有人说这个步行不是在前面出现了吗？前边出现的是这样的，两个脚在侧开了大约20厘米左右的叫做虚步，陈氏的虚步的一种。现在我们是收到内侧脚的脚尖斜向前方，膝关节也稍稍的不那么外展，这个叫做内丁步，手是一个合手。这种丁步在孙氏太极拳当中是最大量出现的，前丁步、内丁步、后丁步，在我们这个陈氏竞赛套路里头，这是一个第一次出现的典型的前脚掌点地的，或者叫脚尖点地的丁步。这两种新的步型呢，都是武术当中的重要的步型。手法，雀地龙还是一个穿拳，后撑，前穿，拳心一个向上，一个向后上方。上步七星，先是一个架虚步，这个虚步是注意和我们刚才说的这陈氏这个虚步是在陈氏太极拳里的交替使用的两种虚步。实际上在杨氏太极拳里头也有这样的虚步，还有一种这样的虚步，脚跟着地的。陈氏太极拳当中这样的虚步和这样的虚步两种交替使用，虚步架拳，然后是翻掌外撑，再绕腕再翻回来，双拳再撑出去。注意架拳的时候左拳在外，两拳心向内，缠绕变成掌，右掌在外，两掌交叉，掌心向前，再翻回来。第三个撑拳，两拳腕关节交叉，右拳在外。所以请你别忘了，第一个左拳在外，右掌在外，翻过来右拳在外，退步分丁步和转腰旋弯，捻脚向西南提腿落脚，又出现了一个百连拍脚。我们上次前边已经出现了右侧的，现在是左侧的百连脚，然后向左后方退步，向右前方横掌一推，做最后一个发力动作，先把两个拳收回来，左拳收到腰间，拳心贴着你的
腹部，右拳收到腹前，拳心向上，蓄而待发，然后收收砰打，这是我们拳套的最后一个发力的动作。下边一动叫做左金刚倒对，旋掌左捋，前撩，阵脚砸拳，左金刚倒对是在竞赛套路新设计的，与传统套路的右金刚倒对左右均衡对称的一个动作。这种情况我们在前面已经多次出现了很多呢，一种为了均衡全面而设计的左右对称的动作。56动收势，先是左拳变掌向上托起，身体慢慢也起身，二全身起立，翻掌垂落，两脚呢还是平行开立步，最后左脚并步团圆成预备式的姿势，还要保持心平气和，善始善终。好，请大家再看一下最后这组动作的背向演示。前面我们已经把陈氏太极拳竞赛套路的56个动作已经全部教完了，现在我在向学练太极拳的朋友提示几点学练要领。第一，初学陈氏太极拳的朋友，请你一定要注意打好基础，每个动作的路线、方向、手法、步伐、手型、步型都要弄清楚，是前冲拳还是下冲拳，还是上冲还是下栽，一定要做准确，学练的时候宜慢不宜快，切不可囫囵吞枣，不求甚解。拳谚说学拳容易改拳难，不要形成错误定型。第二，参加武术比赛的朋友，希望你们不仅要准确地表现出每个动作的规格，而且要注意陈氏太极拳那些技术要领和风格特点。就像太极拳竞赛规则讲的，陈氏太极拳要做到缠绕折叠、松活抖弹、快慢相间、续发互变。缠绕折叠我们前面讲了很多，我们还要注意陈氏太极拳续发、快慢、虚实
刚柔这些个动作的变化，更好的表现出陈氏太极拳的节奏。第三，对于年老体弱的朋友，在学练陈氏太极拳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一些发力、跳跃、跌叉、平衡这些动作一时做不到，请你要根据自己的体力能力量力而为。只有在练拳当中坚持心平气和、持之以恒、量力而为、循序渐进、练养结合，这才是科学的、可贵的武术健身之道。好，最后请大家再看一下全套动作的背向演练。